节奏小院，大家早。今天早上种了一些草莓的裸根苗，经过懒羊羊老师的介绍，我这也在网络上订了一些草莓裸根苗 Albion Strawberry， 希望能够成功。这是我第一次种草莓裸根苗，一般来说我都是直接买盆栽，但是我想试一试是不是这样子的收益会比较好。记得种裸根苗时，这个灌布不要埋到哈，这个地方会长出新苗来。那现在呢，收到的时候呢，有些已经开始在生长了，那我们看一下它之后的长势会怎么样。那我这边有，这边是我另外在当地苗圃买的草莓苗，那我是采用半地栽的方法，跟我的芦笋种在了一起。网络上说芦笋跟草莓是伴生植物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那我买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苗就已经长势都还不错了，一颗里面都有两颗，大概有两颗。那它上面标的是什么草莓呢？是 Ever Breeding Strawberry。这个应该是它的名字，有看到吗？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，看它之后的长势有什么差别。好，今天就是做个草莓植栽的记录，希望大家平安，点赞转发，我们下次见。